的男子气功竞技比赛第二局开始了。我说了嘛，这个因为第二局这个比赛节奏加快，所以说空档也就更大。对了，哦，维克特起来的太快了，但是比赛是也是受到分数的，是不是？不急了，我觉得应该这样的话对这个篮板选手非常不利。他起来太快了。现在你看张东东，当然还是不急，还不是一味的我要扑上去打，不是，还在找机会，要看一直支撑腿，看啊，找机会。因为你要是万一扑上去的话，由对手再由这个反击重击的话会更麻烦，防守的话不能大意，所以说还是要谨慎一些，然后更沉稳一些，然后更准确一些。今年啊，也是我们武林风的这个国际对抗赛的国际大年了。你像我们三月份举办这个中日对抗赛，四月份将到德国的汉堡打中德比赛，哎，6月9号要到韩国打中韩对抗赛，到这个韩国的仁川市啊。那么我们那个7月份呢，要到这个马来西亚。8月份要到澳大利亚，我们10月份还要去美国，从这点，咱们就播报当中观众朋友，哎呦，今年这个武林风确实是国际年，随着这种国际比赛越来越多，然后咱们中超运动选手的水平也是突飞猛进，进步很快，我选手的实力也越来越强。因为这个时候啊，因为这个篮网选手可能又对他这个是一种缓冲，是啊，但他正没有很好的把握中的机会。你看，现在这个到这个第二局的后半段，现在这个山崎洋一慢慢反过来了，对，反击了啊，因为张德正一直在压他打，然后在体能的消耗上，再抱着进攻的方式方法，用的差不多了，对，这个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日本选手就有一点这个反击的机会了。我们刚才从这个山崎洋一前面两个摆拳来看，他这个摆拳的力量还是比较大，比较大的，摆拳加勾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后摆是吧？他的摆拳幅度特别大。还好没有命中这个张德正的面门，如果要命中的话，也杀伤力也非常大，所以说还是不能忽视对头部的防守。哎，来一次，出来一次，走。